赞他耶多耶，大家好，那么地藏王菩萨，嗡波罗波林陀林萨婆，嗡波罗波林陀林萨婆，嗡波罗波林陀林萨婆哈，观音菩萨，嗡阿罗日尼萨婆，嗡阿罗日尼萨婆，嗡阿罗日尼萨婆哈，三昧耶僧祖，我三昧耶萨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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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啊，现在大家观想啊，无量无边的甘露食物，你也自己在你啊家里准备一点点的啊，七颗米啊，一点面包、糖果都可以啊，一瓶水，还是你有其他的饮料，包括牛奶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来布施给所有的众生。今天我所在的地方有点冷，有点凉，对不起，现在我穿的比较多了啊，但是。希望这个风啊，把我们今天现场所做的，哎呀，这个大烟供都可以布施到无量无边的地方。啊，今天感谢叫乐清的王世奇是吧？全家啊供养了食物啊啊，还有菩萨自己带来。今天是礼拜天，那、啊、有很多。新的菩萨也来一起参加慈悲施食，来利益众生。那为什么要施食呢？因为慈悲啊！大乘佛教的任何理由就是因为慈悲。那所以经常讲一句话：施食的力量的功德，哪怕一点点，就等于供养所有诸佛的功德啊！为什么慈悲就是真正在供养活菩萨？所以慈悲的力量不可思议，也因为慈悲。我们大家就可以消业障啊，断烦恼，乃至呢找得正入平等的空性，而且让自己能够真正的体悟啊，众生与我合为一体，心佛众生世界毫无差别的那一种行深般若波罗蜜的状态啊。行深般若波罗蜜的状态不是光一个思想，而是一种啊菩提心、大悲心啊，空性心佛众生完全合为一体，然后呢，在这种状态啊，是生命最圆满的状态，也就是保持在佛性的状态。所以我们念咒的时候，那各位呢，现在要念辨识咒，那这个时候你就变成如来，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或观音菩萨，然后所有看得见的都化为甘露，啊，让他们吃即解脱啊。所以念辨识咒。有二十种功德，啊，有三十二种功德，无量无边。所以，我念是嗡啊嗡啊嗡啊，那么萨瓦那太多，我的这里嗡上不来上不来嗡，那么萨瓦那太多，我的这里上不来上不来，那么萨瓦那太多，我的这里上不来上不来，那么萨瓦那太多，我的这里上不来上不来嗡。不是甘露水，那么娑罗波耶但他一朵耶他知道，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么娑罗波耶但他一朵耶他知道，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么娑罗波耶但他一朵耶他知道，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和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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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家也可以拿一瓶水啊，越多越好啊，啊，一杯水可以。替众生供佛，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离开饥渴，当下升天，啊，海鲜水产宵夜升天，一杯水等于念一百万遍的发财咒，一杯水供佛等于念一百万遍的宵夜障咒，所以每天我都提醒各位，因为每天大家都可以随手可得最容易修的功德了，所以大家就一起来上供下施啊，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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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随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清净。啊，嗡波波地切多利达那耶多耶，那么娑罗波耶那娑罗娑罗波那娑罗娑婆诃，观想自己变观音菩萨啊，从菩萨的空性智慧流入了大甘露。让所有众生，特别恶鬼道离开痛苦，得到极静，永离饥渴的快乐和往生净土。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子观修哦，啊，自己圣者观世音，手降本质甘露流，恶鬼诸苦皆即灭，愿得极静，生极乐，
后马里边内红色，后马里边内红色啊，滴水功德流入整个无边的大大海，都充满我们大家所做的，乃是诸佛菩萨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嗡啊吽，那么娑罗波罗蜜多，娑罗娑罗波罗蜜多，不乃娑罗萨婆诃。我特别在前面摆了一尊天冠弥勒，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愿，弥勒菩萨现在在天上的第四层天欲界天的兜率内院。那么你要完成兜率内院，那你要跟弥勒菩萨同行同愿。弥勒菩萨什么愿呢？不杀众生，不吃众生肉，众生平等的愿。所以叫以平等心生欢喜相。弥勒菩萨的相就像是现在我们中国，哎呀，胖弥勒大家好喜欢啊，哈哈哈，每天在餐厅都看到他。所以希望大家永远保持悲心，从不杀生做起，不杀害任何生命包括动物。进一步呢，救护生命，大家能够放生护生。进一步呢，大家学习吃素好不好啊？吃素也有分阶段呢，先不吃肉，第一先不吃活的，先不吃活的啊。第二个呢，第二个不吃活的以后，然后第二步不吃肉，第三步呢要继续不吃蛋，第四呢不喝牛奶，第五个最重要不生气，生气是最大的杀业啊！你一生气，别人都好怕，对方也会生气。一步一步啊，因为吃素是为了培养慈悲种子，叫长养慈悲。当然从不杀生不吃肉，进一步啊不生气啊，进一步呢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众生，给众生快乐，让众生离苦。那弥勒菩萨就是这样推广，也愿大家祈求弥勒菩萨未来弥勒尊佛啊的加持。所以愿所有众生都互相尊重平等，学佛最主要的是尊重万事物，跟我都是平等，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叫自他平等。所以我们叫心佛众生都平等，众生就有佛性。你这个心你圆满的状态叫佛性，所有众生业报外表不一样啊，佛性是平等，佛性没有分南北是吧，佛性没有分外表，六道众生业报不一样，但是佛性是平等。各位在这一点要正知正见，正知正见。那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我执起了分别，我喜欢我不喜欢，我骄傲我比你好，而产生了对立。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分别相，大家要朝这个方面一起来努力，这个叫修行啊。修行是当你内心有分别，哎，你怎么骂我？哎，这个叫修行了，你的心态起了分别心喽，起了一个不高兴的心态哦。修行是我们跟众生叫母子相遇，结果你看到这个人漠不关心，看到这个众生不高兴，哎，那你要开始修了，赶快南无弥勒尊佛，南无观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叫转念，转成诸佛菩萨的念头语言行为，这个叫密身口意三业，保持在修行的状态，叫三业相应，也叫三昧的状态。所以修行不是光在佛堂在家里，修行是你有个心，透过你的感官接触到外界的事物，那你没有保持在一个修行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做大施食大烟供，就像各位过年你爱你的家人，你要煮最好吃的给他吃，讲最好听的话，送给他最漂亮的衣服，让他内心非常的欢喜，希望他新年快乐，天天快乐。所以有世间的快乐，将来生老病死也可以有解脱的快乐，将来能够成佛
谁让他去净土？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要我们每个人都发愿往生净土。净土有好多种，譬如说弥勒菩萨的兜率那人，各位，哎呀，太殊胜了，喜欢有世间的欲望啊，结婚有家庭，黄金珠宝，好的房子，那太好了，往生兜率那人。往生兜率那人除了有世间的福报，你看到了兜率那人，绝对没有人在杀生吃肉，没有人生病，而有大家的寿命都是56亿7000万年。更大的殊胜在哪里呢？在那边可以随时亲近发菩提心、传说菩提心教法的弥勒菩萨跟诸大菩萨，还有很多祖师。更重要的是，将来弥勒菩萨到人间示现成佛的时候，弥勒菩萨24岁成佛，你也会来参加龙华三会。这三会合起来290多亿的众生，可以证得解脱的空性，乃至不退菩提的这种大悲心，将来一定成佛。各位，太好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根器，都有方法接引他啊。你喜欢像出家人这样清净的，哇，又能够亲近诸佛的，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喜欢健康快乐的，你对药师佛有缘，药师佛净土。你喜欢有世间的欲望，又能够亲近佛的，马上就可以你想什么就得到什么的，哇，东方妙喜净土。一切诸佛都有净土，要发财的多宝如来净土啊。所以我想我们来施食，或是各位放生，或是各位去帮助其他的人类或众生，都是希望让对方欢喜，从欢喜得到暂时的欢喜，然后呢用佛法跟他结缘，种下善根。所以过年，现在还在过年啊，今天13，明天14，他们还跟我说明天是情人节。哎呦，各位，好好的，我们都是有情，希望有情众生的感情生活都很快乐，有智慧就快乐，有慈悲更快乐。但是各位，什么叫有智慧？不是说你去换一个老公、换一个老婆、换一个女朋友就快乐。有智慧就代表什么？包容、接受、消业，能够超越，那个叫智慧。修行绝对不要说我永远不要生病，不可能，佛陀都示现生病给我们看。不要有内心的痛苦，不可能，内心的烦恼如何转为修行的菩提就好了。为什么？有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今天你会感觉外境或是这个人给你痛苦，是因为你有一个会起心动念的心态，那叫烦恼。你没有证的无我的、无生的、无分别的空性，所以这个烦恼是让你提醒是你自己的问题。同样冷气在吹，大家觉得很凉，你会过敏，那是你的问题，你不能怪别人。啊，对方让你生气。事实上，人在这个世间，我昨天说达摩祖师报冤行，你要还债的。你高高兴兴的还债，很快就还完了；你不甘愿的还债，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继续还，好几辈子你都要被他虐待。同样一个事情，一直是轮回。那你有智慧的人，哎呀，就是放下，不再执着，智慧如虚空，都可以接受。不但可以接受，还可以转为慈悲的力量，包容的力量。所以当然我们在做烟供的点火的时候，观想这个火就是佛陀的大智慧，把世间的食物转成甘露，帮助对方就是慈悲，希望对方从暂时的离苦得到就近的智慧。所以你只要活的就是在做烟供了。为什么？你每天有吃午餐，吃饭喝水，那从你的毛细孔产生力量啊，你才能够走路讲话，毛细孔有气啊，那化为甘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佛心，那你随时都化为甘露。
所以你时时保持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空性大悲状态，你的声音、你的眼神、你身上的气味，你走到哪里都是在奉献甘露，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解脱，让大家发菩提心。若有见闻者看到你、听到你、想到你，悉发菩提心，而且让大家好好的修行，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是我们行菩萨道活在这个世间最大的希望。所以现场我们大家，包括各位，你在家里就在开始办大慈悲法会咯，一杯水，一支香，一点点食物，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共修，共修做大做小没关系，没有食物一杯水也可以就算你通常连水食物都没有，那你身上你所吃的东西散发出来的力量味道布施给他们。我们身上有84000毛细孔，是吧，每一个毛细孔都奉献甘露，所以甚至还观想自己的身体变诸佛菩萨的身体，自身刹那成观音，身形广大遍刹土，净土浩瀚深圆满，自收自周身之毛孔中，释放无遮供养云。你看你的身体变成诸佛的总集观音菩萨，遍满整个法界世界你的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净土，从净土里面释放无遮供养云，众生闻到、看到、接触到就吃到甘露，进入净土，那这个叫三昧的状态。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大家学习观修，你想什么变什么想什么就变什么，这观修的力量很大观修就像禅修，我化为什么，化出来就变出来，然后呢给对方。所以他们叫我看一部片子叫《千仓物语》，那里面男主角下了地狱要去救他的太太还是亲人，怎么救？然后老和尚叫他，你到里面要用观修，你碰到什么魔鬼你就观修怎么样的对治他，你要修行这种，你那时候不要乱，你要很用想的，他就变出来你要逃跑没路他就变，你就观想铁路他就变铁路，观想飞机他变飞机，观想大海变大，用这种心灵的力量去超越。当然为了要达到心灵的力量圆满，各位前面要有力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要去做那你的力量更大力量更大。那个时候的禅定就是一种观修，不但观修还产生力道，而且不执着，叫般若智慧，了解万法皆空，却懂得怎么用般若智慧承办一切，所以叫波罗蜜多，可以让自己跟众生到彼岸，解脱的意思，成佛的意思。所以愿大家经常到荒郊以外，到各种新的地方。我认为你每天就带你家人到同一个地方玩，他也觉得不好玩，是吧？所以人在还没有达到不退转，所谓乃至安住空性，那他要有外界的助缘跟刺激。今天吃 A 餐厅，明天吃 B 餐厅，后天吃 C 餐厅。而且我告诉各位，既然你吃素，那站在很多人吃素吃得很简单，结果他全家都很可怜了。错了，大乘佛教你要带众生吃素，哇，本来叫六道菜，要不要叫十二道菜？然后他们说吃不完怎么办？没问题，我拿去施食，我拿去布施，让众生欢喜。简单的说，在吃喝玩乐、快快乐乐当下带众生修行，这个叫弥勒法门、欢喜法门、不动佛净土、清净法门、极乐世界健康快乐发财净土药师法门。所以在这边为什么我们大乘的僧伽叫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还有这种广大心引导众生的魅力带大家去快乐。所以我师父师公才会说带大家出去环游世界，他们喜欢玩，喜欢吃，吃得好，吃素都吃得很好，住也住得好，风景也好，心情好，那个时候就像在天界净土一样。进一步大家来谈谈快乐的活法，以正面的快乐为主。所以各位尽量不要去找别人的缺点，也不需要一定要去讲别人的缺点。什么时候讲
真的对方很苦的时候，老和尚说：“你能问我，我才跟你说。平常啊，我跟你说，哎呀，你还不高兴。但是正面的多，负面的就少了嘛。所以我想各位在家里跟人家相处，你一天到晚笑笑的，然后呢，给家里人快乐，不给对方压力，温柔体贴，然后尽量的送好东西给他，那他一快乐，你谈佛法就容易了，他就很喜欢你这个学佛的人。你千万不要一个学佛，每天念念念念，你们都吃肉，你们都不吃素，你们都不拜佛，你们都不忏悔，哎呦，你很灰色哦。这样子学佛没有办法了。所以大乘佛教为什么观音菩萨这么庄严啊？啊，弥勒菩萨这么样的亲切好笑啊，文殊菩萨这么样的智慧啊，每一个净土都这么样的殊胜啊。这就算一个人病到快死了，最痛苦的时候，突然阿弥陀佛现前，哎呦，无量清凉，无量清凉，断除烦恼，如处莲花世界，当下感受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爱惜的哄舍，这个念这个极乐世界心咒的时候，你就当下你的心在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爱惜的哄舍，你当下的心就是诸佛的大悲心拥抱你，阿弥陀佛，爱惜的哄舍，叫心咒。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希望各位的甘露比别人好吃啊。所以我师父常说，哎，不快乐的人端个水给对方喝，对方都会觉得怪怪的，不快乐的人弄个菜给对方吃啊，都变成苦瓜。所以在这一点，为了让众生快乐，各位一定要快乐，达摩当来下是弥勒尊佛，又快乐又慈悲又善良又有智慧啊，又能够不退转，又能够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每一个菩萨的特色啊！大恨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慈弥勒菩萨。所以各位，你是念佛的人，那念佛怎么去讲别人缺点？怎么会悲观呢？念佛的人对世间的苦，哎，是在还债啊，很高兴啊，啊。哦，烦恼来了，哎呦，我才知道众生苦啊，这个烦恼是我的问题了，啊，我赶快转念，转为佛的空性悲心，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妄念一起，赶快念佛，不但消除自己的妄念，也希望所有众生的妄念痛苦通通消除，念佛一生，罪灭和尚，礼佛一拜，福增无量，各位都会背啦。所以愿大家天天这样施甘露。所以我为什么要各位这么做呢？各位你在家里点一支香，买这一盘小小的食物，一杯水，然后请众生来吃饭，然后你好好的给他说法，说法有两种，直接念经，念般若心经，有些念地藏经，念往生咒，念辨识咒，这个也是一般的。但是我师父告诉我，除了念经，你要直接把经典的意义很浅显的告诉他，他现在吃饱了，比较不生病了。所以各位让他消业障吃饱的各种观念意念或是咒语啊，你能够学最好了啊。没有不会念，那你就念观音菩萨，但是你加入你的意念，希望你吃饱，希望你健康，希望你有衣服穿，希望你脱离爱别离苦，过年了大家都团圆了，然后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你就加入你的意念，哦嘛，你别哄也可以，你现在吃饱了，我现在不吃水啊，我现在不吃甘露，不吃药，你们也吃饱了，有房子，什么都有了，黄金珠宝通通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满足了世间了以后，各位，那你说，哎，我哪有力量？你放心，念佛你就是佛，啊，念佛你就是佛，你用佛的力量让他们快乐。那再来呢，以佛的智慧跟他们说法。那各位这个要学哦，因为你平常已经练习了。啊，譬如说我常讲，你年轻要去约会，要跟这个爱人，你爱的人讲话，哎呦，你想了一个礼拜，想到周末终于要跟他讲开口了，是吧？写了一封信，想了好久了，表达你对他的这种欢喜，这就是观修。你要经常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就像各位要去考试，你看为了考试一次你要准备几年了，为了去面试你已经练习了多少次穿衣服啊走路，就像演电影的人，这个叫串习。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修悲心菩提心发起以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串习，你要一直练习，不断的
练习、观修。所以平常各位不见得要打坐啊，啊，任何人都是你练习的对象。最好各位现在，比如说我给各位一个题目啊，各位今天要打观音期。哦，师傅，我要上班，不用在你办公室打。什么叫观音？慈悲、柔软、微笑、帮助对方、救苦救难。观音的心就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七天就这样对待你的家人、同事、万事万物，走到哪里，你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外表、观音菩萨的心、观音菩萨的声音，不要讲坏话，都劝别人快乐。啊，平常没有人跟你讲话，你就念观音菩萨嗡嘛呢呗咪吽，观音大悲咒。有人跟你讲话，那你就要是对他好，对他慈悲。那练习七天下来，这个叫做头七了，你超度了。所以各位，首先你当然要超度自己啦，你快乐才能够给别人快乐，你生气怎么给别人快乐？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你经常骂人呢，虽然你很喜欢助念，你念出来的佛号啊，加持力就好像在骂人，就不好听嘛。活的人听了就很烦了，何况往生者听了会超度了。所以修行是一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哎，各位平常就不一样，并不是说，当然修行到寺庙亲近善知识，那是一个学习，但是你要随时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就像布施啊，啊，今天你赚了好几年的钱，希望买一个房子给你爸爸妈妈，那你的布施不是光那个钱，而是你从五年前开始努力赚钱，为了买一个房子给你爸爸妈妈，你有五年的大孝顺跟供养父母房子的功德了，那力量可大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就要如此，所以我每天他们都会供养新的花给各位看哦。那我呢，我要讲新的内容给各位听哦，然后每天都要准备新的食物，甘露、牛奶、番茄汁，各种好吃的食物啊，各种不一样的交通法船哦。哎，要做莲花的做莲花，做法船的做法船，升天升净土，想尽办法。所以用各种不一样的场地，那么来跟不一样的众生结缘。那希望哪一天疫情赶快过去啊，各位我就到你的家乡、你的社区，我们大家小小的，人不要多，然后呢，大家很精致的来吧，汇集大家的爱，因为透过网络嘛。然后呢，一起来关心世界，关心众生，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所以我告诉各位，我常常两三个人到医院、到学校附近、到有很多人或是受苦众生的场所，包括百货公司，他们找我去，我说去啊，百货公司楼上楼下就这么多人啊，所以我们去那边把功德供养，把整个百货公司变成黄金宝殿，大家都满愿，就像个天界一样啊！希望进去的人都很有钱，他想要买什么都买得到，吃的人都吃得很好。那首先要把他们那边的，哎呀，可怜的众生给超度了啊！所以各位，你用悲心念个观音菩萨，想着那些猪肉、鸡肉、鸭肉现烤的，都把它给超度了，让他们离苦。重点是你有这个悲心，那你这一趟你就不会讨厌了，并不是说你学佛了，你虽然吃素。结果你的先生叫你去大百货公司、大超市去逛一逛，哦，不要去，那你这样不慈悲啊，不善巧方便。说好去，但是你买你的素食啊，但是荤食的地方你帮他超度啊，吃荤的人也是你先生一样啊，你帮他多回向啊，啊，替他多花供佛的功德回向给他呀。哦，现在风很强哎，你要观想哦，这个风啊吹到最深的地。所有法界，所有地球，然后所有的功德都融入在这里面。念一下，精进如强风，精进如强风，慈悲如大海，对不对？慈悲如大海，信心如阳光，菩提如高山，忍辱如大地，精进如强风，对不对？智慧如虚空，功德如树林，花草树木都是我们的功德啊，好事都要做，万行无亏。万德庄严，那这样去努力啊，佛道愿早成，普度众生。为什么？众生是佛，世界是道场。各位走到任何地方，
都是我们要去慈悲布施的地方啊。好，现场的菩萨有吐司面包，多做替身多嘛啊，洒血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烧了很多黄金珠宝。那很多人我说师父，那个道教也在烧黄金，烧这个金子银子，你佛教徒你干嘛烧？我说这个观念要调整一下。为什么？利他的思想，我们烧黄金珠宝，希望大家都有黄金珠宝啊，啊，大家都有钻石啊，慈悲心是黄金啊，菩提心是钻石啊，希望他们得到世间的福报，然后希望他们呢都能够到黄金净土，这样去烧，但是不执着多或少了，随缘，但是不要抗拒，啊，尤其我啊，有些人经常在很多拜拜庙的地方啊，土地公庙啊，上回我去什么什么什么南投那个指南宫还是什么宫啊，啊，然后他们都在拜福德正神，在拿鸡母钱呐、啊，然后几个哎，师傅你也来啊，师傅就不要钱了、啊，师傅祝你们发财，你们在那边求财，我就一直在这边念所有发财咒，祈求诸佛菩萨，一切财神，让所有来这边求财的都得善财，都满愿。然后他们又拿更多钱来还钱，然后这个庙就可以做广大的慈善事业，良性循环。所以我也经常去最大的庙，然后就站在那边。有一次我去行天宫，我常常去的，你看到我，然后这边念啊，师父你也拜，佛菩萨拜各位，佛菩萨希望大家都得到公公的发财的加持，五恩主的忠义的加持，大家都满愿。啊，就是这样，所以结果我在那边跟他讲话，旁边管理员说：“哎，师傅这边不能办事。”我说：“我没有办事，我只是跟他们聊天。啊”所以当然，他跟我讲话也跟我讲：“好好好，我下回啊啊，我知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如此的欢欢喜喜，特别初一到十五啊，明天2月14，我要讲情人节，后天元宵节。哇，不得了，有情人都快乐，老人快乐，小孩快乐，夫妻快乐，众生快乐，有情皆快乐。所以你看看一个修行人要不要过情人节，当然要咯，你不能说哎这个世间哎呀这个不要提他，那你这个人很难度众生了，你讲的法很干涉无味的，就像给人家一碗没有加盐巴没有调味料的汤啊，怎么吃啊，就算要营养，要给你的儿子吃蔬菜，吃素食，所以我经常请人家去吃好吃的。我每次告诉我哪里好吃，我就往哪里去。有些贵贵没关系，贵可以度众生。所以各位常听我讲，我第一次亲自带着我爸爸去吃素，将近30年前，一顿800块，在一个大饭店里面吃素。他还很厉害，我都不讲，我爸爸还穿个拖鞋短裤，想说吃素一定是什么路边摊，一进他觉得很愧疚啊，儿子啊，哇，吃素这么高级啊，我说老爸你才知道，这有钱人这吃素多是高级的，他就是改观，他认为吃素不是丢脸，我是希望他来天让他知道说出家不是丢脸哦。后来我慢慢在社会上跑来跑去，我爸爸就已有容焉，不能给我儿子漏气，所以他决定吃素。哎呀，我儿子这么样，很多人认识他在推广素食，我做老爸了还在吃肉，那不像话。他就是因为这样吃素了，不是什么慈悲心啊。但他吃了以后觉得身体很好，很好睡觉，都不用再吃西药了。哎，我慢慢的传递给他慈悲平等的观念，所以愿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修行的方法，快乐快乐，每天快乐啊，清净清净。清净在你内心，快乐在你外表，随时救苦救难的悲心，愿成佛的菩提心，目的呢，普度众生，帮助所有的生命得到离苦得乐，得到就近解脱，往生净土，就近成佛。所以各位，新年新希望，大家一起成佛好不好啊？也祝所有天下的家庭有感情的众生都快乐啊，大家都圆满。好，我们来回向。那我们这边继续再一起努力，烟供、药供、金银财宝、船啊，大家一起努力，所有众生，特别动物道，都可以离苦得乐。
我有风魂强，精进如强风。大家跟我合掌啊！前面是弥勒尊佛，这个是代表孝顺的乃至往生净土的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咒牌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拿到？我们尽量推，免费的送啊！上面有药师佛，后面还有十二个经轮，摆得很庄严。晚上给他点个灯，在外面照了整个世界。啊，白天放在车上，啊，任何地方就代表所有的坛城，所有的活菩萨。然后将来会做多一点，正在也在做，下回会透过网络，大家免费结缘送来送去，好不好？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念一下往生咒啊，还有超度的不动佛心咒，还有希望大家离开病苦的药师咒，大家一起发财的啊财神咒，当然念咒就是心态，你不会念也没关系，对吧？你有那个心去祈愿最重要的，愿所有众生得到甘露离苦得乐，不以三宝发菩提心，往生净土。那么阿弥陀佛耶，多他杰多耶多利耶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毗迦兰的，阿弥尼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哎，一敲啊，大家精神就来了，木一敲，海鲜水产得超度，大家断嗔恚，这个庆啊，这个铃一敲破地狱断烦恼。哎，再来，南无不动如来，希望所有胎儿自杀者，今天很不幸看到报纸，一个爸爸啊，心情不好，跟太太吵架，两个小孩子就这样牺牲了，这个年轻的爸爸就这样跳楼要轻生了，好可怜，现在留下他这个太太一定是更痛苦啊，希望大家都帮忙回向给他们啊！发社会上、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这样来关心他们啊！那么站了在呀呀，我干干你，干干你，落上你，落上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扎地汗了，扎地汗了，上瓦干嘛？巴浪巴浪那边上瓦上多呢？多说啊！一要施咒，大家得到发财、健康、发菩提心啊！南无波切菩提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罗波诃卢耶耽他羯多耶王那罗帝三藐三菩提耶他是他吽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这么些的说啊，大家都满愿发财，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屈膝之，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迦护。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大智吽哆哩哆哩哆哩萨婆哆哩哆哩哆哩萨婆哆哩哆哩哆哩萨婆诃。嗡达玛拉达兰赞耶梭哈，嗡达玛拉达兰赞耶梭哈，嗡达玛拉达兰赞耶梭哈。南无持金刚海印如来，大家哦，家里的仓库啊都充满黄金珠宝。嗡瓦苏多利娑，嗡瓦苏多利娑，嗡瓦苏多利娑哈。嗡嘛呢叭咪吽，南无萨瓦达那耶哆，嗡那尊胜摩那三宝耶吽，得到甘露。南无娑罗波耶达那耶哆。那是当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诃，得到一切供养。阿耶那上婆哇哲那吽，得到一切保障。那么萨瓦达那个达法耶比丘摩诃别萨瓦他伽摩诃帝，伊玛伽伽那康娑吽嘛吽。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胜如来，南无广博胜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随喜诸佛菩萨功德，随喜所有道场功德，随喜所有善心人士功德，随喜大家吃素放生，供灯供水。最近我看到我们大陆的很多爱心菩萨抢救了很多大鱼哦，啊，随喜功德啊，还最近还救了很多牛，怀孕的母牛，随喜功德啊，救猪救羊，大家都随喜功德啊，这些所有的功德我们皆普皆随喜，包括我们连续，我已经连续应该有20天天天烟供，希望我能够连续到往生，天天不间断。哪一天我必须要休息一两天生病，各位替我做，我们都不要间断，大家越多的地方做，小而美都没关系，不间断啊！哎，随喜所有功德，所有善业福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嗡啊吽。所谓布施者，我们随喜一直以来不断的在布施，专长出全出力，过去现在未来啊，很多菩萨利用网络啊、微信啊、LINE 啊，都有汇一些钱给我，上面写着放生的业务，我没有办法全部统计，我知道他既然汇给我，我一定要很礼貌的收下来，然后都给他融入所有各位啊护持我的，乃至从网络的或者各道场的功德，我们都普皆随喜啊，那大家都同享功德。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供养随喜各项香木仪器，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
那么萨婆呢，三藐三菩提，具足呢，达至的唵哲里哲里哲里萨婆诃。大家也消业障，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弥勒尊佛，南无弥勒尊佛，南无弥勒尊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大家各自发愿，大家一切满愿。明天我们继续努力，后天更要努力，我们天天努力，好不好？阿弥陀佛。